嘴巴遮住，不是把头遮住就变骷髅头，对，这样。法国布根地的波多布根用，品种是嘎美100%，强调的是深色水果味道。那发底比较厚一些，它尾韵的话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可可的这个味道，就苦感，来跟师傅的主菜做搭配。搭配上面是白巧克力酱，然后帮你撒上的这个是，那么我敲过很多次，就是急速冷冻的鸭肝面。然后它的是液态蛋吗？就是我们主厨的招牌菜，他想要呈现冰热咸甜的味道，所以撒完之后要尽快呈现。慢用。
在酒精浓度都是蛮高的。好，小姐呢？它要搭配什么吗？没有，纯喝的。纯喝吗？单喝。单喝。这个应该有点像药草。这还是药草。野格那一种。有啊。体验一下。那我喝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个这个一个这个。好，我要喝水了。